啊，给你喂鸟啊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小妹。今天我老公去赶集啊，然后在街上买了一些辣椒秧回来，来这个上面种。现在在下雨，我看他种成什么样子去了。还没种完呢。没有。你这个是补的是什么样子啊？又是买的辣椒秧。你没看这个天气，这又在下雨啊，到时候又全部死完了。哎，乌鸦嘴。你这乌鸦嘴。哎，这上次种的这个好好的，死了差不多有七八刀去了。就是啊，下雨下都。不管它，给它补回来。我这是补的全部是这个那种长的那种小米辣。就是50块钱一斤那种啊。是啊。上次种的那个是那种泡椒。你猜我买这个辣椒秧多少钱一颗？多少钱一颗？1块钱一颗。这么贵啊？不是5毛吗？哪里5毛？5毛你也买得到。这里种一颗。中午人家浇点水就行了。下雨还要你浇什么水？我也是啊，这个不要了啊。嗯。都淹掉了，把它挖了，直接在这里种。哎，但是它又冒叶子了哦，挖了可惜哦。不要了。估计没用了的啊。嗯。哎，留它在边上，真的直接在边上这里补。你看一下你种的菜地跟我的菜园。啊，下面那块是好的，就是你种的。起码里面的苞米那些是我种的呗。这里这颗茄子也挂掉了，哎，下雨下的多，真的是太麻烦种菜，在这里补。哎，这个茄子好大了，这可惜啊。都可以开始已经在挂了是吧？嗯。计划包了。下雨下太多了。哦哟，我2天没上了，这个辣椒长这么多了。肯定的，下雨很快，但是容易死。看一下这个豆子，我早2天才剪的，现在又这么多了。这个没有打过药水的，结得好快啊，都才剪了。这里还有几个香树，可惜这个树已经烂掉了。你看。下雨太多了，这个茄子也在长啊。哇，老公，什么？快过来，快过来，你看我发现了什么东西？看看我发现了啥？快点！没嘛？有什么？来，看到没有？一大片！哇、哦！哟！一大片！哇、哦！朋友们看到没有？我种的黄瓜。数一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哦，这里还有个四个，哦，怎么？那边还有啊？这里还有哦，哦，哦，结了好多哦。那边还有，你手上过去那里有好几个，我在这里都看到了。别踩到，别踩到，那里有个西瓜的，你别踩到我了啊。今天晚上可以煮着吃啊，还没够大，还不够大，有吗？哇，这里面好多、哦、好小的，你看这个掉在上面，你看。哎呀，早知道我把这个架子打好，现在不好搭了啊、哦。嗯，那里面有没有？哇、哦，你手那里有个好大的，那个白白的，啊，就那个，你拍开那个。哦。啊，可以看一下。是啊，我都看到了。大的，你看。你看这里还开了好多花啊、哦。给你看一下这里，这几个好大，你看。哦、看好多花，估计到时候还要结很多哦。看这个都还在结，我都随便种的，好厉害吧？你这个豆子跟这个黄瓜，搞一个架子都结这么多。是啊，这个豆子跟黄瓜都结到一起去了呢。这个是豆子，看花，这个是黄瓜。太多了，我昨天去你表妹那里，看见你表妹种的那个青瓜，中间这一节是。这么大的、嗯、前面那节是这么小的，他哪里行，他种东西不行，他城里面已经这么好的，也是比你表妹牛逼多了。
看一下我老公厉害吗？种的这个四季豆都这么长，好长。这个还是有点嫩的，这个就刚好合适，你看没？所以说叫你摘了，不摘等下老了。哎呀，长这么多去了。我表妹那里种了四季豆吗？种了。你也没看到有是吧？你别笑他了。嗯，等下他会不好意思的啊。人家本来就是城里人，会种能种出来的，能种出来菜已经很不错了，好吗？这个好嫩啊！这小小的菜园里面，我老公真的是五花八门，什么都种的有，一点规划都没有，什么都种的好，就是那个辣椒跟那个茄子，因为下雨太多了，所以他就有一些都死掉了。下雨没办法，不过每样种点好，每样都可以吃一点。你如果一样种的很多的话，吃不完，哎呀，卖又不好卖。而且今年的菜特别贵，然后又可以省好多赚钱了。你那拿是什么？啊？那拿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柠檬啊。买这个种干嘛？这个种哪里？你买这个种干嘛？哦，上次你去朋友那里，你不加了他那么多柠檬，我说买一个回来给你种的。你看，还是我对你好，了解你吧。这个种这里太密了，种哪里也好一点，你觉得？嗯，种到边边上好一点吧。那里也种不下，那里有一颗那个。西瓜是吗？嗯。那要种种边边上。我去看一下种哪个位置去。种不下了，这个菜园。太小了，这个菜园要扩大规模了。